即马在山，你死啊！你原来就是即款个人，哦，恶气了无？所以说呢，即个好家产穿不掉。台湾国这地位正常化，第一，万国共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秘书长的依古之三安格古，不到一千万，不该妥协，不该合作，咱也袂该抗波，不会无力。你看，那延安人家那赢。美国伊就是遵守这个国际法，操中国平坦南海，我不惜战，然后对我不利也是呢，我准备退出国际也是，在海湾公海湾公约。啊，但你起码你那不惜战，啊你那战，啊所以也是你退出海湾公约，啊你就那退，啊就那现在了解会出来吼。这是我用的肢体语言给你听，这把他的身体填出来，本来面哦没有什么设备的，本来面是什么？后面也没有什么设备啊。辽宁河以前是只不能存的，跟玩具的。辽宁河人出来检验啊，检报给你听，已经拿国际物资吼出来一礼拜就经过等你啊。那美国的航空母舰拿物资国外货出来，六个月才等你啊，无要紧啊。哎，以为跟人见面。啊！伊也是好惊啦，擦枪走火，人锁定咧，国防四个防空四个区，万一你若侵略人，接到甲你弄去啊，人接到再喊过来啊！啊，你也是来听啥？无头无钱，你来多呀，转变叫弄死，变八船啦、啊！所以也是来，伊就警告讲我们吼，叫先要摆一日咯，我派咧进行讲咧不惜一战。哎，贝尔摆起来了，我们不跟美国斗，不，这新闻你都看，你们瞧看没？我们不跟美国斗，当然全面爱国气。那今天要讲的台湾建立，结果也是呢，哇，不干脆那边规两千股，这个我底下，另查这所在，这所在就是1924年荷兰，这个在甲西班牙、甲葡萄牙甲关上台湾。但是因另外拢温和的，葡萄牙啊、西班牙来台湾，拢计是咧做生意，拢计伫咧北部为主，伫咧说对外全世界做生意，啊对中国做生意，对清朝对日本做生意。李树林也是接了好对方，你都荷兰人来咱台湾，人伊嘛温和来吃，讲好建设咯，全台湾到处伫咧起教会，结果提前讲来吼。教会拢人烧了了，拢咧起庙，即卖庙才遮尔多。你知影台湾的庙几间啦？上至少要到2万间啦，大间咧2-3万间，3万几间。结果是呾咱台湾民政府，咱会即个号做宗教还是啥物？咱要非常的清气，咱以后的即个号做会管理较足好咧。这就是荷兰人统治啊台湾1624年甲1622年，伊人出来台湾的时候就管咯，敢那不行，咱台湾有一款梅花鹿，每年拢去摕10万人食，落啊皮拢咧怎样烧日本？你看，结果是哪里嘛？人伊咱那合作就真潜水哦，这是画像不对，荷兰人伊就是真先进，真文明。你看吼，换下去底下都是海产的，来台湾来四千个哦，啊，伊咧较紧嘛，稳死的。结果啥？底下讲就是海产，搁南部咧个拜了在国姓爷，哎，起码咱知影个标准历史，因老爸哦，这郑芝龙也是海产，迄种斩头叫清朝斩头，你看吼，这后摆也知影，还搁有一个国姓庙，来，下看哪里在无？底下讲来16。即了在62年开始来赶走即个荷兰人，伊就是伫个即台南，即后即关关赤坎人，恁拢有去个啦吼。啊，我原来上爱住，我上爱食下骹个迄个在啥台南的担面吼。哎，就是即后即关迄个自然伊大清帝国，尾啊来发生是敌人讲也无去，来只活到只台湾一年我就死啊，我一惊。正经，即落做演讲，1962年，啊来伊上几个就死啊，62年就39岁来就死啊。伊管家己也是1683年，21年尔尔，就去予斯隆斯兰来遮全咧甲伊拍败，啊就是说呢，因即落做就四散人散，因拢总迄当阵啊，
有一万名、两万名的兵来，啊，拢四散而逃，把咱的高山族害死袂算多。所以说呢，即落这因老爸因即落这款了，甲因这囝伫个台湾吼，即摆后摆会叫人甲推翻吼。好，啊，即个大清帝国1662年甲1684年，伊全叫什么啊？22年啦吼，全面是咱即落这伊当那签条皇帝，伊当那的交通工具就是安尼有吼。像咱是呢，你捌坐到三轮车？哎，捌啦，哦。咱若咧坐三只，我来用讲起来，无人多，人多咧拖，啊咧拖后壁咧坐有吼，啊伊人就是操安尼个吼，哦，即个即款就真真，后来看到讲那皇帝安尼，安尼对待人民安尼吼。1894年7月25日，大清帝国甲日本发生甲午战争，大清帝国战败，伫倒位？伫韩国，伫东海、中洋，日本。军舰迄头阵啊，足强诶！大清帝国啊，足强诶！外国人来伫遐，看来战败足侪，啊，结果是呾战败，日本占赢。1895年4月初就签一个马关条约，或者日苏，或者下关条，日本或者下关条诶，啊，即个或者关于了因即签条或者马关条约，比如说李鸿章，李鸿章就是伊诶即个官，啊，即个囝。哎，咱台湾的头一任总统是由这华山之计，开始咧前面是万家千百，接着这李鸿章就变日本了，敢若即卖中国诶，我讲着你听，伊变咧日本的时阵讲好，阮输，阮甘愿要停，啊，咱落来停战，咱大家签，哎，时阵看你要什么条件，看要外侪文量过来互你，结果的时阵日本提文量。无偌济，但是你台湾挂好啊，即个时阵开始才台湾挂好诶。其实我甲你讲，即台湾较偏较有名。咱即号叫历史先战甲无主先战，我拄好讲起哦。对南海、澳大利亚起来，连汶莱门到三亚，甲即号在菲律宾、越南门口，所有跩甲太平岛，咱台湾偏哦。甲即号在钓鱼台，拢计是日本伫13世纪就伫诶即段。即个反正反正，台湾海峡拢个伊拢个吃了。你知影有一个岛，伫个即号在菲律宾，甲即号在咱个台湾马六个村中遐，有一个咱1000公里遐个所在，诶，日本来住个几千公里，迄个所在有一个或者，迄个或者，或者啥啥物啥物之鸟，有，迄个所在你知无？水啊，淹来迄个石楼就无看，水啊，提起迄只石楼才有看，吼、哦，迄当时迄号做啥物鸟，吼、哦，结果是呐，是呐，日本人迄个重要，就是对即个阿拉伯即个规个海脉吼，即个脉络吼，透到日本来，甲即个西方钓鱼台来吼，即规个下骹到处呐拄着都有油，迄、那个所在敢若荒芜嘞，食拄着啊油，食拄着油，食拄着油。美国下面所在，日本伫个遐个时阵啊，讲这是伊个。你一个岛，一个岛拄个才有一个有这主管啊。你一个礁是啥物人都会使去，迄是一个石头而已啊。啊，迄个有这啥？那迄个所在有这风之鸟、翔之鸟。啊，结果个时阵是安怎啦？袂使去，对日本上面遐有这号这鱼。就该是来台湾，咱台湾呾这号这管理都。规个台湾各所在拢有油呢，新竹、青岛拄着有油，苗栗大湖拄着也有油，台中、左营、屏东几落区，台东就要抽个美国，你敢抽啥？这所在毋是你个呢，所以你就知影，这所在毋是中国个，哦，是因委托因来抢。即嘛，大家有方便，你去新竹吼，去青岛个派出所车对面嘛，就是较方便，迄拢计有油。所以是呐，即条即款，你着所有跩所在拢计是日本天皇的，但是无甲台湾的是平哦，伊甲午战争煞，日本要求你签嘛，就是不一边都是啥，有即条即证件，有迄条即白纸小号你的契约书啦。即条即哪款条约，下即条即1895年5月写过。开始生效啊！哪个所以日本就派遣这台湾首领的总统，拄爱海军，就这华山之计，拄爱迄个就是，
中国派遣李鸿章甲了李建芳专管代表，伫迄块桂林区，恁知无？桂林边仔遐个桂林区有吼？伊呾来，伊甲即挂号伊，台湾才一半尔，跩拢高山族个，高山族个土地。即摆徊个是 ROC 来到边疆，占了有人上少。啊，佫会出来共买票，讲高山个，我甲你当做人有吼？啊，你啊看，即一边。结果1905年到1915年，日本才过来征收，再高山族，才整个台湾才过拢计予这日本人完全的统治哦。哦，啊，你有哪个看哦？伊哪会来？第一条呢，桂林的边啊，下迄个或者什么，你落去所在或者鼻头卡，哦，台湾鼻哦，永久割让。我听人讲爱注意一细腻。我说永久割让，永久割让，我原本咧讲割让哦，变到我下摆台湾我讲，你爱会记哦，永久割让，我好命哦，永久割让，这里是外国人听。这个土地从1945年的4月上明显的台湾片哦，日本的天皇下诏书，实施这条这明治宪法，这个实施明治宪法，咱台湾片哦本来是殖民地。转变做迄个实施明治宪法，转变做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中国就是讲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国际化。啊，人家死的时就死了，什么原因？就是战争的时候，以后那战争战败，这个就未使过去给人挂去。什么人赢就是什么人赢。刚才也是拿这个方式管理的。日本，即落即款迄落中国，伊个挂迄条咧啥？满洲国有哦，嘿，啊，甲中华民国创作，还是日本创作哦？甲挂伫南平这边台湾咧中华民国，蒋介石伫满洲国这边互拍败，走去重庆，去住喺宋祖文因兜，甲孔祥熙因兜，住喺遐伊战败咧。所以就是呐，过去人呐，大家才知影这个号做关于国际化。在1820年、1830年，迄阵古奈这个号做拿破仑战地为王，即嘛在战争的时阵，人家势如破竹的破冰钢球，还拢赢，赢就挂头盔。咱操中国，中国对较早宋朝啥朝我卖讲，对元朝的时阵开始就是叫蒙古。即落在大汉国，就是啥？即落在啥物啦？即落在关于着成吉思汗，因迄个叫大汉国，建立啊，该杀鸡灭族，转变元朝。元朝叫明朝，杀鸡灭族，转变清，变明朝，转清朝来杀鸡灭族，变清朝。因拢个用土窑在建营，啊，落在围王，啊，在占地。所以即摆外国国王唔是咯。即摆若是超1945年的4月来，日本天皇的土地，以后我若战败，就袂使人过来。啊，若无的，美国、阿拉伯战争拢赢，啊，即摆规个阿拉伯拢美国的，啊，美国就全世界来阿拉伯，美国人拍败赢，赢败赢，后摆即个地球拢美国的。所以也是呐，就是台湾那片哦，万国共患地的历史有古，就是1945年的4月。所以也是来治疗对方那个秘书长，结果依据万国公法啊，甲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是袂使分割，这个、永久割让就是日本天皇的，就是我咧讲这个市场就是你的，大家伫遮咧卖菜、咧卖肉、咧卖鱼，一句咧七十几年讲的，啊，我住遮出事的，食别人米、食别人水、输别人空气干咧，啊，我住遮的时候，要输怪敢袂使？啊，你美国华盛顿？不是人员，不是咧讲事关，结果也是咱就是抄安尼话，安尼话有效无效？这个土地就是你的，这个市场就是你的。哦，这个搁再来，你看，这第一张拢总11张，第一张甲第十一张我有甲下载落来，顺便哦，无下载你要切也切无，你看嘛。只要对方你都大清帝国、大日本帝国按签的，只要合约，你看，这拢有签字的。李鸿章、李建芳啊、伊藤博文啊，这拢计啥？拢叫登记的，这就是签名。1950年，周恩来早年也无去过，
到美国强占台湾的片哦，叫联合国的这个这秘书处处理全世界国家台湾的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伊讲好啊，你什么证件啊？什么证明你的提袂出来？六个月后，阁还延三个月，伊又阁提袂出来。到即摆到到第二个，拢无效，就是啥？人有白纸黑字啊！你若当人时，你若有材料透，提这出来讲，人挂互你永久搁啊，安尼话来使，你都提袂出来，你根本就是土匪。所以出来，你就是臭啥？蒋介石来台湾就是土匪、抢人、杀人，即落个强盗，即落个啥？伊就是刽子手，明白了？刽子手。所以因此所没有所谓日本侵占台湾，有无？即摆足侪人唔知哦，拢计是国民党洗脑哦。你即摆是来伫咧电脑咧查，真好查哦。拢计唔歪，甲你教古人怎和平条约哦。啊，人讲日本当然是迄个时代，叫切记时代，唔是日治时代或者日据时代，你看看。一四八即摆查台北中山人，较早在公会堂遐挂一块牌啊。历久时代是哪哪哪，迄拢计是好笑，拢甲咱即落做灌，即落做灌毒，即落做洗脑教育。台湾成为日本国领土以后，日本向国际有宣布，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宣言啦。全世界驻台湾的领事馆、驻日本的大使馆拢有甲伊通知。无哪里嘛有甲即落做菲律宾迄人讲啦，国产，甲菲律宾迄人讲啦，西班牙甲伊讲，台湾甲菲律宾的界界就是巴士海峡，巴士海峡以北就是台湾的，即落做区域。巴士海峡以南就是你菲律宾的区域。迄早人拢安尼讲，有1895年8月10日，日本甲西班牙嘛决定，台湾甲菲律宾以巴士海峡为界嘛。广大省的船长叫拍死。结果的时阵啊，照即摆你都蛮久人咧较吵。啊！咱个遐尔软，啊！咱互拍死，搁啥？人来歪吵哩，阿起怒个时阵，搁笑哩歪吵哩。结果马上叫去派记者见，哦，都去咯。我今去到着南海哦，第七港就是了。你了要创啥？这所在拢是你个呢。结果个时阵，皮也摸嘞，遐皮也叫溜啊。对，即摆去你个话，这遐款台湾个即条这一款迄落军舰。啊，是即号即战车、飞机，所有即卖迄车咧，哪有拢无啊？拢停掉，中华民国拢停掉，哪有挂拢美国旗？所以现在全咧人，哪甲菲律宾讲，后摆台湾的船啊，哪来台湾海峡，哪早都有历史，都有即号即证明，即号即巴士海峡以北台湾船啊、鱼啊爱互掠，所以即卖掠鱼拢无代志。日本也是要共款，要共抓，结果现在伫咧啥？人伊讲，若钓鱼台皮卡斯起来，钓鱼台以南，人台湾较早是啥？1937年就已经，你钓鱼台就甲挂号，号做即号做关了宜兰州的。1937年的时阵，因即号做3月30日，你就甲南海挂高雄州的。哦，所以讲，即就是美国出来讲，即号做啥？迄个号做关了巴士海峡的。但我哩来个说哩，甲比如哩，拄一年个中间两边拢向全世界，台湾个领事馆还是大使馆行政事务个即宣言，或者像日本政府伫台湾行使统治权，史称为史政日，或者像即件哩嘛，哦，比如像1937年黄明华，所以讲今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拢总几年，我问恁，恁知无？哎，你1937年生气，日本甲中国七七事变有无？结果怎啊甲第二是1952年4月初八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总15年，安尼了解？唔是差伊咧讲8年，是15年，吼、哦？啊，世界大战是1941年甲1945年，拢总嘛才4年，安尼了解无？吼、哦？好，这个我顶翻你了。人伊那个黄明华常用日语，日式的生活水准吼，伊那个那袂使强。咱1935年还阁办世界博览会呢，台湾的博览会啊。迄阵阵的人拢第一关的新字母啊，查某囡仔拢穿咧白的裙，穿白袜，穿裙，头拢是迄款迄落后壁有咧油仔皮安尼，人个外穿侪啦，你啊，
哎呦，你不国民爱国心牺牲精神有正面事情，那你不满了台湾，哎，调20几万人啊，长年拜什么嘲笑在南明建军啊，南京南明无证的啊，还是什么呀？就嘛共奉39100人，哎，这条街也日本全部死去啊，哦。对历史世界来讲，包括就是1941年九月十二月初七，日本去弄珍珠港、夏威夷，面去个弄一个怎么样哈？啊，这死2000几人，这白啊，这我有去过，我去3、4遍，也有个记啊，我拢找怪念去。迄个啥纪念碑，有块2400块的，叫官兵的名。刻伫个遐，大龙都爱去上。即个平台还伫个，下骹做即摆做一个纪念馆。另外，这个是啥？东条英机，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拢甲讲唔通。亚马逊都伊说了句，三不五十人，伊流向美国个，伊讲千万唔通啊！美国哦，下军队吼，袂算个强啦，袂使绝对输个啦。伊无论哪要钱，大家尽量对个皇帝也去偏拢去哦，唔贪啊，结果伊强要钱，买啊！1948年啊，67、78拢假死了，即个国际犯、战争犯。伊就说罗素即个结论哩，伊化解死的时阵去弄一个人啊，伊全受理个，过两天的时阵啊，伊就即啥，参详两院的一个马日本哦，痛诉日本的论述，你话？十二月初七，日本去甲起事真勇敢。美国总统罗斯福拄啊，迄全谴责日本拄爱国会，即个咧战争吼，拄爱国会通过哦。所以国会马上通过，全用日本宣战，就是第二日12月初8啊。12月初8，搁一个上少点的12月初9，已经被日本战败，窜逃去重庆的这国民政府，林森宣布不合宜对日宣战，伊讲不合宜啊。但是就是呢，蒋介石是啥言简意赅呢？美国的是呢，按照咱的别人唔叫，即条在阎锡山，还是就是呢，即条在管理着迄落白崇禧，是安怎咱国的是哪间叫？还是咱国孙立人？就是因为即条在蒋介石是美国人，蒋介石就传了宋明龄，宋明龄美国人，伊就是美国人，所以传的时传，到尾即条在管理着。伊个原甲拼车个成果，全咧向即个日本宣战。南京汪精卫下个节目，同时发表对美国、英国宣战。人伊这是啥？伊日本个，我日本个，啊，中华民国是日本创造个呢。这以后怎个讲？你讲连日规个土地拢日本个呢？美国是占领个。所以呢，即个个，这就是罗斯福，这就是丘吉尔，这蒋介石。即个在宋美龄，1943年就是这张图，或者是泰罗宣言在埃及。你看看，即条在宋美龄在遮，丘吉尔在遮，罗斯福在遮，蒋介石在边啊。你看在啥？新闻公报，没有华丽效应，没有华丽的效果，干新闻媒体的即条在关咱播报安尼尔，安尼讲好在，哎，大家个面是阮的。开了3年，一定是决定，你决定啥？人咧拄好个白纸写好哩，还佫有同盟国，即个互对方签字的呢？你无啊？你看，开了3年没有签字，只是一张新闻稿啦。你一段大家开会，诶，新闻稿敢有签字？你不如来签字哦。这样就是你也无人来甲你签字，无假哦，嘛是你的。你敢若开大年段才开会，讲好，这样子的时阵，咱就要自断难免哦。无力，无力，来，这种对方叫日本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之一部分。台湾呢，1945年交予你，23年也死的时候，日本天皇下诏书了。你看看，日本天皇实施日本领土，一日起，福尔摩沙、皮尤从此日本台湾地区著名由日本国民依法变成日本公民，烂不行。1937年开始，到1945年的4月初7，咱才变日本天皇，诶，这条在市民那在日本公民。即卖吼，日本因是在日本国的公民，甲咱无共，公民甲咱伊是国民，咱是公民。
但是要归入吼，台湾甲平壤，咱即嘛当然会使处置。假使若要下伊吼，日本还要恢复日本，即个大日本国。所以即嘛，咱大日本帝国甲大甲日本国安尼尔。所以说，若要去讨北方四岛，无法度人家讨。普京讲，你即个要过去读书，原因就是啥？因为你看日本国无输给人家讨。如果日本天皇才甲讨，日本天皇才有无关政治，所以伊爱恢复大日本国才会使甲讨。而且，日本内地的人民享有相同之选举权，咱台湾就是已经有选举权甲被选举权的平等公民身份。所以，福尔摩沙甲台湾领土依国际法会定义正式纳入日本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的一部分。拄仔我有讲过。袂使分割的，国安若战败都袂使甲分割的，所以呢，这就是国际法。好，你甲看，1945年7月2日，有蒋介石无？有宋美龄无？人伊讲的是呢，只有在决定，或者啥？波茨坦宣言，我们基础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台湾那澎湖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你滚他去！另外，朝鲜安尼，啊又来无，无枪毙的，啊，这嘛无事，这嘛是，或者啥新闻发布会、媒体的协议书呢？你啊，另外，不行，1945年的8月初6日，头一日广岛，第二日长崎，日本死40多万人，规个全苦卡了。你甲看，讲袂使战就是袂使战，日本天皇全无条件，1945年。8月15日，开船的迄日船无条件投降，签字宣布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是啥？我无条件已经投降哦，但是土地爱有枪啊，无啊，又放弃无啊，是美国的杜鲁门，迄、那个罗斯活到1945年4月12日，换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伊个普通命令以后咧，全命即条即马加萨，马加萨是号做最高元帅，伊号做啥？伊就是同盟国的最高元帅，授权予伊来接收台湾甲澎湖。甲日本的即个皇帝时阵，全咧改禁即条即甲修改宪法，爱伊时阵即条即政治的即个权力改消掉。全日本天皇即嘛，甲咱天皇。但是即摆日本天皇听讲，若要退位换因囝囝哦，会使阁组织哦，即贵族院或者参议院，会使的是呐，公民进来出来讨人海的土地，出来讨台湾。你讲人海的土地，安尼真侪纠纷，啊有主的无？干来讲好啊，大家船拢会使去，啊无讲，迄到底是啥物人的？干来这件事发生是一个差的庙，全咧开放半关路，大家拢会使来住在遮买菜、买鱼。但是什么人会有讲无？就是因美国是安尼是外国的，台湾甲平壤就是拢计安尼外国的，互台湾一寡人安尼在操美国服务50年的文人，这人或者是吴立培啊，啊，拼起来安尼文人安怎哦？家己切记叫林前立来赵忠进来甲换来甲你安怎？唔了就无法度来甲你啊！吴立培安气甲人来喘有无？因咱拢无法度安怎？来将这个美丽的台湾包岛，台湾，美国先派的战舰，唯一的战舰国就是美国。所以台湾主要占领全国，中华民国次要占领全国，伊就邀请即号在即号在蒋介石来，啊蒋介石讲伊号在中华民国，啊伊要服伊的时阵，中华民国某些地位，啊他们甲即号在毛泽东要战争，啊要从啥，就是说即号在反正就要反对即号在共产党。来，这个地方，你马甲萨专门来委托这蒋介石。蒋介石伊当嘛是啥物？千万什么万岁，伊当千万岁，什么最高委员长，什么我拢计学袂较好啦。因为伊在美国按照符合啦。我讲你呀，孙文也是美国人嘛，伊也是美国人，马英九也是美国人，所以美国第一代表拢美国人第一只在讲。啊，大家拢唔知啊，马英九伊要甲关个，甲关无知啊，甲关。所以大家拢唔知啊。所以这就是吼，美国伊就是按模糊政策啦，啊，所以吼拢有收拢有这個，不管迄落叫维护，拢核心啊收财产接收啊，拼对美国去，有这啥模糊政策，啊，有这
或者立即借由这一关的收入，会用这立即的去建立核心利益，啊，拢安尼啦。有哪甲看？来看到这吼，你心会酸。全台湾一家人头啊，甲平东，所有即卖大楼厝落去，因会惊孙的啦。因拢在唱，必须你讲一句话的时阵啊，互我的时阵啊，心诚酸的，我甲阮囝、阮囝规个全咧清醒个。伊讲咱这是比较领过的人民啦、啊。中国来个马，即号说马英九，因咱蒋介石来，伊号说占领全国的人，占领权的人，啊，咱是比占领权，咱互人当作奴隶。所以咱今日人当作奴隶，咱才会遮凄惨。我定下咧讲个故事咧，串电视，但大家到时叫几千、一个月出来个尔，咱是要看伊讲你有啥物感受的，出来你一直要运动台湾独立，啊，要台湾主权。结果不是啦，伊讲哦，规家仔内面拢规台湾人啊！啊，你看，所有遮大楼、台北啥，我上第欣赏的，即号在西门町、甲中华街吼，拢会去哦。中华街拢伊跩惊孙啦，你看，来敢若去食饼未？安尼啦，即摆拢伊会惊孙啦，你看，安尼啦，即敢若去食饼嘛？伊讲哦，在那叫我饼，叫我饼就落去去食啦。安尼是，即摆大楼、土地拢计是伊会惊孙的。你看到到底心会酸，加讲一下，讲我再先讲一下。我细汉就是三样骗你，头一年就是啥物吼，再讲一下，结果人咱历史就变得那讲一下，上这第第内这一声啦，来台湾接收的啦，人有美国毕业啦，你看，美国企业毕业啦，人美国伫边啦，啊伊安尼用干澳。但是也是呢，伊就是啥，送你个银银弹公司。你美国伫遐食，拢叫微信 ，AIT 也拢叫微信，全世界驻中国个大使也拢去叫微信。所以美国个参众拢也拢叫微信。咱即个真好奇，迄新进个，迄号即袂使讲新进个，新科个参众二万五十二个，咱拢甲请，因着知咱台湾个历史哦，大家安尼哦。非常的同情咱台湾，啊，要求阮来台湾访问，那我听来来台湾民政府，规个全台湾全咧，全规个全咧哦，变乱起来。大家哈，台湾民政府是真诶，我因甲咱当作咱是台湾国诶，台湾建国国诶，甲咱当作咱咱迄个号做台湾共和国诶，你看，何在啥？接受典礼啊，拢遐甲你规个有计划改变台湾历史啊。啊，美国嘞，迄钱当作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刷迄钱啊，甲公路，大家嘛引引，你敢看？拢引哪里啦？泄密的大骗局，台湾的公路，迄是咧骗人。你看，1945年的4月4日，奈克取得日本的土地咯，你看爱强占的。1912，强行甲咱的方面的改变国情叠加，安尼啦，这张嘞，哦。甲咱改变国情，袂使去投票，袂使叫这也袂免去当兵啦，也免效忠因的对象。咱落来提啥？政治的念力，先讲完吼。这安尼是拢计叫改变。1945年9月12日来讲，1946年的1月12日，甲咱日本人变成咧变叫这啥？变中国人，啊再去改啥？甲因诶中国诶同胞战争，所以你看嘛，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诶战争结束，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违法变更台湾人人民诶国情，英国大使馆就提抗议哦，甲美国有抗议啊，美国无遐清楚，英国就抗议了，你有看？都直接宣布强迫台湾人民集体归化为中华民国国情。这种的宣布严重违反国际法，美国跟英国当即三度的抗议，有看无？叠加，并表示欠难同意。这是新台湾论的秘书长是甲全国解说为这化繁化繁为简，安尼是甲编辑起来。咱会省着足多足多时间，咱会看到出来真实的故事。咱即马。秘书长也不惜了伊个即性命的模样，从古早400多年来，人甲政府拼的时阵，人是叫台
安尼无死死，秘书长告，啊，搁告倒只，告美国，搁查美国遐告，性命危啊！结果是啥？即、這、两、個、天咱即嘛已经开会结果，现准时咱即嘛全台湾拢目睭金金咧看，三卡大相准。你若来这边，这边咪阁无稳，连战啊！这边啊，规家拢计要搬走，要拼，要拼走。这边我台湾连战有干呐阿妹，过两个月你来看，我也欢迎来看过你来看。中华民国国军人民1946年一月十二日全咧变作拢归这个高建国占领起义，甚至旧金山和平条约，那阿妹签无，因为嘛阿唔知签无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哦，中华民国没有给大家的思考期。但是1895年，大清帝国签予日本来占台湾，和台湾多上两年的期间，予你犹豫期。你若要等于中国，你就去做中国人；若要待台湾，你就变日本人。拼拼去偌济人，拼去的人99件贵国拼落得来，日本人甲接受两年，伊无台湾两年。一年而已，就全拢甲你变中华民国国籍。我有在欠债，我日本名，我日本名后底叫做古川，叫做健。讲啥啦？你古川，啊，搁再一个名后底，这个后底后底江啥物？啊，你这个死皮，讲我安尼讲日本啊，古川后底死皮，啊，啥后底死老，啊，啥后底死红啦，我后底死皮。我那四年，我的祖先是对福建来，鬼怕的。我当时祖先不对福建来。你若要查恁的身份证，只有一条孙，这条孙就是皮包走的子孙。啊，若无的，要较正经，你去的时阵，马偕医院的林玛丽博士，你伫遐要求吼，你抽你的 DNA 研究就知影，你的祖先对落来，卫生的准都、就是。治疗这 DNA 现就是全世界咧抗议咧，刑事案件所有啥拢咧靠 DNA。啊，若无上简单，你免办身份证，恁的阿公阿嬷会治疗这关那个户口填本，填出来后，甲你擦一寡乌乌的，啊，你就是治疗这病无所谓啦。啊，若好咧管，讲好咧客人，啊，若服务讲伊有咧服务人，拢伊实在是乌乌白白的。咱的身份证有做记录啦，变个啥哩吼？叫过来，啊！那话也是啊，你这大人安尼，所以人要创啥？考试机关、学校要创啥，拢来变来看下吼，要让你无顺无顺随在伊。我就是说啊，互人无公平，现在刁，结果佫无人读书，结果是讲啥？灌输的囡仔智力安尼，你不是呀？你也年轻，第一届台北医团就分大。即落即老太太，咱叫阿婆啊，对伊开始不收，所有伊人伊就甲开枪，全咧结果的时阵，对德化街大平埕拢化掉，全咧到变全台湾。化僵尸的时阵，全咧拍，看到人就拍。第一只要中国来甲台湾，第一过人化僵尸啊，爬起来机关就扫，人安尼夹起来去欢迎，好，咱的祖国，你若袂晓，好，咱的祖国来，安尼机关就共扫，扫都扫到几下。人安尼，迄铁线吼，全扛落去，脚扛落去，啊，规个废楼废地，啊，咱拖到规个鸡笼干啊，咱等规个海水块拢变大个。你若看到即号在电脑，啊，是你有看到即号在迄个号在面试的，如着二二八事件，你着看，有一个去用救我，伫咱公安目屎流目屎，伫迄人今年哦，我看90几岁咯。你若查，啊，佫换4万5千块吼，这才是冤哦。全大人是下面啊，全变善家人，拢有钱啊了。假使你若有100万哦，啊，你全存二五块要创啥？我虽然存两角一八现面连两角，都无油条。啊，我若要买油条，都无现面连两角。那么油条甲现面连四角，安尼啊，二五块拄顶100万，安尼4万5千块，哦，啊，发了100万，惊死人！来往用抢用偷的，甲咱全台湾有150万少的米，安歪的全运出去卖出去，所以15万吨的糖，安甲歪的，还来要食糖，即马煞变做进口，
假币那时候的进口无无价，哦，你有哪办法？拢安尼抢的，比起的恐怖。1949年的5月才开始，甲1987年的治疗的7月15日，拢总共38年50天，你有哪办法？这个的会计所是啥物人呢？大家还阁会是哪呢？拜进了这旧结果。哦，这结果是台湾的是旧区，是台湾的是那十大建设文件，拿起下来就下来。哦，把咱的经济繁荣。我跟你讲，白色恐怖杀人魔就是旧结果。伊是也是那甲普京同款，苏联俄罗斯的 KGB 的，诶，迄个负责管情报人员。来台湾，你老爸看病哦。1960年，老爸就伫个眠床房爬袂起，无人知。有一年、2、3年开始就无咧，晚边的时候开始就知哦，伊咧破病。1975年4月，所以讲就死啊。所以原来其实是拢酒店局咧操作的，伊就是迄个负责管理的，迄个负责管理情报局的，迄个负责啥？负责国安局，负责啥？地下工作人员，飞碟就在你身边，人啊，现在下来，现在危急，啊，就你啊，就全无得。冤枉死的袂算咧做，伊讲的是五杀一百个呐，着一个真诶，啊无要紧，咱着着，啊安尼乌白胎，即个我即个毛佩勇因阿伯法官，咱伫咧实际咱去往开闸普渡咱规个，啊所厝诶要领死死着无领，毛佩勇即摆年菜最白，吃相好啦，你甲看。因的是呢，就是安尼是伫个台湾，咱台湾的人安即个交代即个迟早人手，你看1940年12月做李伟，甲伊调去做兵，甲上前，甲伊中国因的调连前，安尼是。就开始的时呢，我甲恁讲，全世界第二个杀人魔，头一个就即落即毛泽东，杀死4-5千万人，饿死7-8千万人。第二就是即落即款，你落蒋介石杀死3300万人，饿死5-6千万人。第三就是人咧讲，伊讲第斯大林，斯大林是2000几万人，啊饿死5-6千万人。第四就是希特勒，希特勒伫咧建平咧卖国，伊杀死即落即款，你落犹太人100万人，伊排伫第四个，蒋介石排伫第二个。所以讲，伊即嘛，你有哪甲看？因的子孙叫7个官府啦，你知影7个官府你知？那如果大家拢看拢七少年过头来，就骄傲，就骄傲，就骄傲。因为最死的，所有的时阵吼，无魂吼，拢按家本身，因种个子孙嘛袂好。有哪甲看？1949年12月，所以就安尼。1949年12月，占领过台湾，实施征兵，违反了国际法，害了个四国。公约禁止强迫敌国的国民参与对抗，使本国之战争就袂使哦。一个国家要有土地，要有人民，啊，你土地，别人的土地，人民，别人的土地，你硬调来做兵，这个国际法哦。所以是呐，禁止啥？强迫占领地的主民宣誓效忠敌对国，哪有人会是呐？叫人家遐硬接，再叫人家效忠，土匪落马人才会安尼。所以讲，我定咧做准备讲者，60上定义，69年拢翘去，俄罗斯的69年就翘去，金日的69年就翘去，哥大卫69年也翘去，迄利比亚、伊拉克、海山的69年就翘去，苏联的69年就翘去，1923年到1991年解体，我那69年就翘，拢计人怎咧讲，66、71这种感觉。台湾中华民国就是1949年四五年就来迄无事，即1949年马来下朝个蒋介石来，甲2016年都66年，六十七年，啊，今年明年哎就结束啊，原来69年，二年才来看，迄叫做6上定义。即个话题关于了，足侪是呐，就是即见教，伊拢爱死，所以是呐，即卖死背教，也对。李天堂，咱台湾李天堂啊，足近足远的，啊，离中国足近足近的，有无？因咧即马原来是69年到，过2年了尔，吼、哦，1949年到即几年，67年，6上定义，你有落来甲看？即1949年12月，毛泽东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尼。但是伊有一个后遗所在，1925年，英国这即落这款迄落新闻记者，或者或者即落这款迄落，迄新闻记者家己有时阵问讲吼。你安尼，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即马建立啊，你也算非常的胜利啊，你也非常的最后的成功。啊，你有后悔的所在？伊安念一下，安外久啊，拢无讲。啊，伊查某伊叫做史密斯啦。国家问第二遍哦，啊，你也算啊，我若有成功，遐尔济啊，我就嘛甲你听者，看你有后悔的所在。向安稳的足有只讲哦，我上后悔的所在就是，甲即个中华民国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改国籍，伊若歹改国籍，今仔日无共款，安尼啦，哦，啊是又在伊歪啦。1950年，即个实实在在上，这是咱家己有，连用民主啊，咧实践，即个革命实践面，我在讲，咱中华民国到去年年中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咱。今仔日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根据1950年十月国王研究院出版的《伊就介只研究》，这是加拿大的头啦。来台湾给咱抹杀，啊，即摆啊伊家己也抹安尼，啊，即摆在啥？美国你不是国家，台湾无你的主权，但是啥？核心利益美国还佫听起，所以说这就是美国今仔日。还我们台湾人一个公道，人家哎，感谢秘书长，这条这款了四月十日八日这附近山河园条第二条，以放弃主权，无割让土地所有权，你放弃这个主权，你无土地的这条这所有权，你无割让出去。所以是呢，这条这第四条第二款就是，美国在台湾有支配权，以占领全国的。所以，这个对咱台湾个朋友，现准时就是啥？美国已经是咱个国国爷嘛，国国话，伊要甲腐烂扩在一个政府。另外，第二看咱民主台，民主台就是咱台湾民政府，伊中华台北唔是台啦，啊，佮所以伊唔是中华民国啦。所以咱民主台，民主台就是美国、日本、台湾就是咱。伊即个讲台湾就是台湾，就是讲咱。哦，啊，你甲看。第二十三条，伊有支配权了。支配权的时阵，税分单有咧讲一条线咧。我听咧讲，我税得悬哦，这路的两边拢缩下，日本缩下，然后国民党来无收，拢无收了了。国库变伊的党库，党库变伊的啥物库？变内库啦。所以全变苏联的下下一条这款叫金库。伊甲所有食的出来钱哦，甲咱抢去哦。伊全咧有归国民党目标，但是苏联全变个股票。我讲是台资的，内面的虽然都计是国民党的股权的，较早当当时就是因啥物啦，就是因国民党的时阵，因可以买卖啊，但是拢大股东，连企业大资产嘛，因嘛大股东。所以伊是现在红海。广大诶，所有出来是呢，千万亿的股票拢变成苏联的啦，你查查会到啦。最后我听你讲，因为咧假外资啊，其实拢叫因的钱啦。但是你发现朝鲜企业啊，就是拉落来，拉高出货，即摆嘛是拉高咧出货，大家想讲会起未？未起咧，一日拢五六百亿、六七百亿安尼尔。所以讲即摆就是啥，唔知影人就是。安尼化解是的时阵吼，股票咱即摆哪会起的？无法度啦，人伊拢一直咧卖，只卖今日走的，你嘛今日走。台湾民政府若如普在台咧台面上，伫咧即条即轨道上吼，因走得愈紧啦。所以即摆化解是咧移民去即条即美国、加拿大。所以时阵我想要甲你讲，就是咱台湾现主席，咱台湾民政府秘书长去过。美国已经要把咱理想要互咱实现，所以美驻台、美驻台、台湾驻台湾就是咧讲咱。所以你即条台湾，你都即个土地，现准是
国际法，全世界承认，联合国百外国家拢承认咱台湾是即落咧日本天皇的土地。所以世界组织嘛，互咱另外人二线文，你知影？二线文是无简单，是联合国的组织啦。但咱台湾2300万人哦，你无即个号做国家的地位，但是甲你当作国家的地位来对待，所以咱才浮在台面上。即若国际法呢，咱拢会讲，讲即个号做咱伫个全世界，咱伫个联合国，咱毋是加入联合国的地位，是联合国承认咱台湾民政府。伊我若知影咱台湾民政府去互即个号做恶法，会即个号做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即个流亡政府就流亡无灭亡咯，无一个意思呐。即个号做关叫叫美国占领掉嘞，所以咱即摆去也是呐，即个号做上回到美国有哪可能扶植咱当地？炒金币啊，比例也是呢，就是点零零接着看出来咯。好不简单，咱嘞，记得开个手会，那是无简单，蔡文林都无无喏。啊，阿欧西哦，这些，这个哦，这些，蔡建文有，嘛无原派是呢，去刚去遐叫打连手会，唔敢讲，点唔点哦。日苏美战，战联不能移转主权的，美国袂使把它移转主权的。流亡之徒不可以就地合法啦，安尼啦，这两个就是这条这铁打的这条这体制啦，咱知影这外国讲法就是安尼啦。